古力娜扎在微博晒出一组喜剧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的路演现场照，并配文说收图了。照片中红衣短裙的娜扎大秀性感白嫩美腿，让网友大呼过瘾。2017年9月26日，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发布会，古力娜扎现身活动现场。娜扎身着粉色格子裤、白色泡泡袖衬衫，优雅靓丽，不失甜美。与乔杉、T2热聊，说悄悄话，显亲密。不惧男友张翰吃醋。9月21日晚上21:48，某时尚杂志在微博晒出一组古力娜扎参加米兰时装周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古力娜扎身穿绿色长裙，脚踩黑色细高跟凉鞋，烈焰红唇，肤白貌美，笑容甜美。网友们纷纷留言评论：“确实完美，青春靓丽的造型，真的好美啊！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姐姐，真的是太好看了，肤白貌美是真的美，真的是仙女吧？羡慕能长这么好看的，我的渣渣真是好看，纸片型身材就是好啊！一抹清新时尚少女感，绿色裙子清新与娜扎的气质非常吻合。”最喜欢的娜扎好漂亮。